昨天晚上我们是住在这个仁青家里面，这个是仁青的哥哥，后面是仁青的漂亮的藏族嫂子，这位是咱们的帅哥仁青。昨天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的，这个我们的仁青同志，这个现在呢就是他来教我们怎么这个吃糌粑。那么糌粑的原材料呢有这些东西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已经炒熟的青稞面。这个叫什么？奶渣，奶渣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这个酥油，然后接下来就把它放进去，然后，这么多，对啊，然后加上这个，然后这样，好，再加点糖。说的在成都，没有康定。祝福。